佢偷片係計撚咗啊，日日睇啦。我哋做幾多鐘？我又兩粒幾鐘，呢度又做幾粒鐘。包啊！唔通啊呢位楊哥係咪先啊？你同阿大佬講啊，即係同阿官講咩事啊？我揼咗人啊！咩人啊？金管局经理啊！金管局经理，哇！人哋话好捻大间公司啊，大佬，你知唔知啊？麦当劳世界集团全世界都有，喺香港后边仲有中资嘅中信泰富，你得罪麦当劳，你唔捻系啊？跟住然后啊，打咩啊？麦当劳经理时薪$40一粒钟嗰啲，屌你，你都丑啦，系咪讲出嚟？出嚟行咧，即系到，其实我唔知道出嚟行咩啦，今时今日，系搵食啫。唔係咁樣哈哈霸霸就出位，唔係欺凌弱小啦。你哈哈霸霸，大把人俾你蝦，大把人俾你去 bully， 去俾你霸。講唔好你個經理弱唔弱小先，你講唔講得通先？喂，萬事台即係屌你講個理由啊嘛。